Amen。 喂 ，Hello， 大家，你要回来了。本期给大家带来煤气罐 TS 第一视角，这盘是一个竞技场中竞技场单排啊。TS 的英雄我只能说很厉害，他是现在版本中单里的几个霸者之一吧。但他的类型的话不是偏抓啊，他是偏刷的一个中单。他只要装备起来的话，倒是往前一站一爆，一个狙减速，一个 T， 一个 C， 我去啊，简直就是非常的 nice。 好的，感谢我们赞助商宁千惠对本视频大力支持。大家买赢视频送女友送老妈是吧，然后都是不错的选择，银千惠，然后抱我牛蛙名字有送银耳钉。好的，闲话不多说，我们这边中单打一个小小的话是随便打的，随便打，闭上眼睛按着地上打，小小不是特别强，好吧？因为 TS 的话，它可以在小小补刀的间隙用那个 T 去 T 倒，然后再 A 几下，然后有那个小小，因为它本身护甲比较低嘛，它应该是1.0点，很低的一个护甲。他前期的话这个目标就是打出一个瓶子，然后再找机会抓酱油。中单的话肯定杀不了我的，如果是正常的一对一打过来的话，他肯定杀不了我。像这种兵的话找机会还是可以替一哈，因为这种的话再给他耗，把他血量多打点，到时候三级的时候还是有机会杀的，因为可以两下电加一个 T 加几下普攻的话，伤害也是挺可观的吧，也是挺可观的。现在视频挖到也是比较积极的了，现在应该差不多600步了吧。我就利用 T 多 T 他，然后倒是是吧，倒是三级两级狙杀他吧。现在看一下看他走位，他中刀肯定不敢补，反补 nice。 今天下午刚刚打了盘超级屌的屠夫，但是没有录啊，在直播，好吧，直播打的，这边看见能不能有没有机会杀。算了，往后走了。那屠夫真屌，那个奥斯那个来荒年的那个美杜莎当出了一个圣剑，就被我们直接一出就被人打下来了，然后他们翻盘无望，被我们干了。那盘屠夫好屌，可惜没有路。好，可惜没有路。我都说了这么多废话，就是换了就四个字，可惜没有路。可惜没有路，五个字。好，我们先买一个那个瓶子啊，这样的话我中单好像只落了两个刀，但是他的话基本是没怎么补刀，所以他瓶子很尴尬，好吧，很尴尬。想出瓶子出不来，小小中单打 TS 的话，最好是有队友来帮他。如果队友没帮他的话，那基本前期十来分钟他基本是废的。你看他去控服，想吃赏金服，你看他为了钱能疯狂到这个地步了。我现在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杀他，看一下队友说 miss， 我先跟队友沟通一下，因为这是单排，所以要沟通，好吧。我如果一个走位失误，到时的话这边早就看 T 到 G A 一下，再 G 再 A 一下，我再 A 一下，我有一个 G 啊，我也单杀了 nice。 买个瓶子，买个鞋子，买个 TP， 我就说这个有机会就是能单杀的，因为这种的话他只要状态不太好，那我们利用自己的一个，我这攻击力可以的70点，然后配合两下的一个闪电也是不错的一个输出，而且他本身的话是一个没什么护甲的，所以我 A 起来很疼很疼很疼。所以 TS 这个英雄的话，我只能说玩的六确实很厉害啊。最近我们晚上跟那个废墟队对练的时候，经常中路都是 TS 啊，什么炼金啊，火女啊之类的一些英雄吧。这些英雄的话可能目前版本可能比较强势一点。这盘的话小小也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这个版本，因为他那个 VT 爆发确实高，然后这个版本的节奏适合他刷打刷打，有 AOE。 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他这个刀的话一个刀都不敢补，我觉得他敢补刀就是挑衅我的权威，所以他只能用那个什么技能 V 去耗这种血量。这样的话我假装踢一下，搞得他基本上都不敢碰。好的，没电到，因为瓶子那个快刷服了嘛，所以我这边的话随便电了一下，把线给电过去，然后找机会去上路控个服。有什么加速啊隐身这种好服的话还是不错的。我这边隐身，嘿嘿，我刚说隐身，但是看一下中路有没有机会，好像算了嘛，这隐身服可以防止一下 gank 啊，防止没踢到，踢到他死了，也不一定死，不一定死，但是杀不死他。
但是我有魂技，他可能不知道这样子，我这样魂技用过来，他以为哎没魔。魂技隐身，吃一个树，中路 A 几下吧，把他耗一下。哎，下路好像也挺凶的队友，好像是 NEC 保幽鬼加 EC 吗？我们进野区看一下吧。这时候看他们有没有可能去野区，哎，没去野区，蝙蝠没去野区。下路蝙蝠加斧王，我靠！我非常想去野区看一下那个在不在人。那我们这一波的话下去碰野，看看能不能把斧王有没有绿血。我平生最喜欢的 DOTA 一件事就是抢绿血，很爽那种感觉，那比吃到那象拔棒还要爽。哎，斧王吼了一下，下路血要绿了，这是波机会啊！这是一波机会，聚一下 T， 哎呦 T 没 T 到，啊，好像杀死了斧王死了，那个斧王死了没有？这一波下路，哎，蝙蝠你好像对我有想法，我的天哪！你不知道我很屌吗？这种动对手根本不知道 TS 有多屌。哇，接下来送恢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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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换相符算了，在我们来商店买一个那个秘法，或者买个1200都行。好，这个竞技1200秘法都是可以的，到时候的话我们中路在战线，然后第一个装备的话肯定是血晶石。 TS 英雄跟火女不一样，火女第一个装备一般是吹风要杀人嘛，啊 ，TS 的话一般是因为他太脆了，所以他一般是那个，哎，看中路有没有机会。哦，算了，他走了。往上走的话，好像是没鞋子。那我这个弄起来，他不能 VT， 我直接扔我这魔棒。哎呦，哎，哎，完了，死了，死了，这一波血补。还好这没掉钱，但是沉默被小小 VT 了，这个时候需要视野补一下。兄弟你小小前期很穷， VT 你的话一个人头几百收，这样也不是个事嘛，对吧？需要视野补起来。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核还比较多， NC 之前下路在保幽鬼，幽鬼 NC 我上路那个，啊，这盘核还可以，所以这盘前中期到时候我看看发力一下，后期我也有那个发力能力，而且我们这边有个鱼人控制，对面是潮汐一个团战，我上去看有没有机会把这个扣扣给杀了。这边绕过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鱼人踩到我一个 G 一个 T， 哎，我的天哪！啊，这样的话杀不了，那我们去中路吧。这个时候小野什么都行，但是说实在这个时候 TS 去游走啊挺伤的，真的挺伤的。我们看看能不能踢到这种直接放个 T 一个 G 开大招， Coco 放出船也没用，我们往前走一点，不然会中船。而且有人 TP 干他，踢得到吗？有没踢到，但是我有好像，啊，这位置好尴尬，啊，哎哎哎，再电他一下，再过来吗？啊，好尴尬，啊，这样被斧王砍死了，这确实挺尴尬的，啊，这一波，但是我们成功让幽鬼又打了波钱。打了不起，幽鬼多发育的话，对我们来说也是好处的吧？因为毕竟我们去，是吧？扛一点也没关系，逆风一下也没事。只要幽鬼能起来，到时等级高点去开个骨灰去收割。小小的话在朝自己跳刀，在努力啊。他的名字叫天才中单，所以看来他自己中单是很有想法的，很有窍门，可能说是。啊，我现在在那个战旗直播，很多人应该也知道了，最近我的 ID 叫战旗牛蛙。啊，到喜欢看直播的兄弟，倒是屏幕这边右边一个字幕有看得到的，而且我每天晚上基本都会在直播的。下路的话杀不死幽鬼，直播跟打素材有点不一样，好吧？
直播跟打素材，而且对黑，有时候白天对黑，最近白天经常跟对黑，跟怪神他们对黑。大清早来个什么 BO15， 从早打到晚上，瞎逼打，晚上还要训练。最近我们跟那个废墟队基本是五五开了吧，也挺不错的，队伍融合还可以啊。中路看有没有机会，我这个 T 哎打到了，可以这样他杀了，很关键啊这 T。这 TS 先手 T 到的话基本都是能带走的，而且输出挺高的，煤气罐的输出，他大招就耗60的蓝嘛，所以大招耗蓝还可以，很低好吧，很低，对他这种蓝挺高的话，大招放个十几下没问题的。哎呀上路我的杀不死，能不能 T 得了，贴不到就算了，贴不到肯定杀不死，好尴尬，那好尴尬，这样的话我们只能控下腹。哎幽鬼被抓了，我们直接 TP 过去看有没有机会去救他。幽我 T 一下 T 到 Coco 了，我开大招文界一个巨，但是 Coco 你妈的开出船游来了，我哎鱼人打谁啊，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Coco 我哎，但那边有人解，有个包夹过来了，隐身符哎，不能被他抢隐身符。哎，小小来了，我操，往后退一下。哎，沉默一个大招，这时候蝙蝠让骨灰叠油的，骨灰叠油的话移动速度很慢，然后伤害他们很高。那这样的话我也没有拿他没有办法，最多刷点野区的资源。那两次死游走挺伤的。其实 TS 是一个战线发育队友帮忙游的一个英雄啊，在大家平时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英雄是这么打的，主要自己肥，怎么让自己最肥，这就是英雄的一个窍门了。然后最近我们茶叶店的话，那个龙井销量反馈都非常好啊，五月一要快到了，拿点茶叶去送老爸送老丈人都是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是吧，据部员完全统计，超过20位兄弟第一次老丈人家买的是我们茶，反馈而来的情况来说成功率是 100% 啊。别的不多说，我以后找女朋友自己家的茶叶肯定得带上，妈的我找女朋友。另外我们前两天有个在国外发展的朋友在我这边也拿了几十斤的茶叶啊，可以说是几十斤的茶叶好吧，也就是说牛蛙的茶已经迈出国门冲向亚洲了好吧，最近茶叶还可以，可以，因为最近明前明后嘛。现在的话我就是接下来先打一个那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血晶石，这血晶石有点慢了，有点点慢了好吧，老子不送，潮汐一个跳刀心里过意不去，这 NC 干嘛啊，不要闹情绪兄弟，打个游戏没必要闹情绪，像我那被人喷瞎鸡巴喷好烦，有时候路人就是见到我主播哎想出名盯着我喷，有些队友很尴尬哎，第一时间说挖到牛蛙这个人除了地不是其他都是菜，后面又加来一句挖到能不能加个好友，这个人是不懂得交际呢还是不懂得干嘛，哎这边小小过来看有没有机会啊，我说实在的小小过来肯定会绕过来杀沉默的，我这边准备小踢一下看能不能踢得到，肯定会过来，这个兵没来吗，好吧先稳一步啊，这个 AEC 好像有点发神经疯了，可能要去送，我们先塔后面藏一下，鱼人在这里，但鱼人也要小心，潮汐在，蝙蝠在，沉默也，哎，我们记得沉默是有大招，我们先把潮汐直接秒掉好吧，开了大招再开一个技，这煤气罐爆起来还得了，耶耶耶耶，哎水山我只中了一个水没中残，再去垫一下那个蝙蝠，哎这边看有没有机会踢到两个，这边先开爆，哎这边先递一下这个蝙蝠，哎可以可以，蝙蝠被那个沉默给带走了，这一波的话沉默也死了，被蝙蝠骨灰烫死了，这一波的话很关键啊对吧，这一波虽然没拿到人头但是助攻拿了好多，然后也成功换那个水晶石了吧，差100多200多300多的钱包通通20块通通20块，我们先打一眼吧好吧，已经不会了，上路破了个塔，下路的话没有恢复符就回家，这个符说真的很危险，还有对面杀上路的 NEC 了，那我下路成功吃到了这个符好吧，血晶石的 TS 很屌非常屌，这个 TS 我们先打野打几圈回家，然后再出去找一波吧，
愚人说去打个跳、啊、行，我们这边有个愚人 TS NEC 沉默很关键啊，这手这沉默拿得好，尤其是对面如果拿沉默就更麻烦了，一个幽鬼对面有沉默的话，幽鬼有时候传不下来的，没有第一时间传，传不下来，而且第一时间传的话对于幽鬼来说的话不是一个，哎，小小过来直接 VT 带走，哎呦，这个沉默这一波好尴尬，这个 NEC 好像发脾气了，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发脾气，没经 NEC 没经济站着泉水发脾气，好吧，我买眼，很需要视野的这个游戏，这下子开始挂机了，我的天哪，我挺顺的嘛，这盘打下去应该能赢的，竟然挂机了，这种局 NEC 很尴尬的了，是吧，没路走没路发育，因为有幽鬼有 TS 有大鱼打跳，大鱼又死了，上路的话潮汐 NEC 说要送潮汐跳，潮汐如果有跳到的话我也不好打，因为他们这边控制力很强的，潮汐加小小再加一个水船再加蝙蝠拉再加什么的斧王吼，我操，无控制，想想就好厉害，哎，这个斧王很嚣张嘛，你凭什么，不，你凭什么，你们说是吧，凭什么，哎，没追到其他人，只杀了一个斧王捡了下智力，不过斧王智力挺伤的，我现在的话说真的，我现在经济买了个眼，这样绕去支援的话我经济一下子可能没那么肥，说真的没那么肥，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我去安静的刷一点钱，因为 TS 一般是血晶之后之后出一个吹风杖或出个跳刀，哎，我中路，哎，我中路可以可以可以 nice， 点灯很关键啊，这个先手 T 你看这小小NEC， 他说自己很脆700血，那我说你别出1000出几个护腕，他说我脾气又很，我就喜欢出护腕，我就要出大根，所以人啊要装逼啊，拦都拦不住，哎，赏金斧，下路的话直接开大了嘛，那我这波来的可能不一定有人这么及时啊，这波我来的真不能那么及时， NEC 看你能不能到，水船我一个狙一个电两个开爆开大，再一个把先把斧王给杀了吧，我们先把斧王给杀了，可以先把斧王杀了，然后这边后面看有没有机会追，好像鱼人如果没跳的话是没有什么机会的，电一下你们传过去、啊、传不过去算了，小小这波可能要来，但是我这1000血量他肯定杀不了，好，我们再刷一个，一般情况是可以出，因为对面是潮汐，我如果是吹风杖潮汐大我肯定能躲，潮汐大是中间向外扩散的嘛，所以你很好躲，只要你有那些吹风啊 BKB 啊基本都能开得出来的，好吧，这样的话我也去再刷几波就可以了，这边拉波野吧，时间到了基本都拉过眼，然后看有没有加速符啊，恢复也不错，一般对 TS 来好符的话是隐身符加速符，哎，蝙蝠，我操，我直接开爆电锯，哎，有个大很关键，这个大很关键，我减速减到了，然后直接把它爆死，你看这个大还可以，有个这大很关键啊，这个没有这个大招我杀不死他，而且可能他反杀都有可能，他倒是叠我油，然后那个哎好像哎，我肯定要死啊，想死嘞、欸！但是我时间很快，希望队友能扛得住这波攻击。我4秒钟活，4秒钟，很快，活了。潮汐大了，快踢，快快！这波的话，鱼人一个踩跳才可以，我们把 Coco 先秒死。这个，你这个小潮汐，一个再见 ，T， nice。可以，这波血晶没怎么掉。这一波如果之前的话有跳刀或者那个吹风还好，没有也没办法，是吧？我们先买一些吹风配件嘛。这个时候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衣服店的那个广告吧，兄弟们，大家的福利又来了吧？宁波大厂阿迪短袖 T 恤再次爆单，
这次只要29块，地地道道的深州面料。你们所知道的销往专柜的阿迪耐克家的面料的话，都是来自深州，这期的话完全可以闭着眼睛买啊，加上这样的价格的话，简直说是可以说是福利的。哎，我们先把这个一个 T 这 A 一下，我 A 两下，你很 nice。 然后那个还有沙滩鞋，我们也给兄弟们准备好了出口美国的冠军潮牌，集酷感和时尚感于一体，爆爽一个夏天，你想不到体验一把踩在时尚的感觉吗？入手这个拖鞋就对了。另外我们推出了一个好玩的一个微信团购啊，全部都是毛哥这几年的一个渠道货源，保证正品，保证品质，而且现在开团就能免单哦。兄弟们，我们的店铺首页加微信就可以参加活动了，而且店铺的话是那个毛哥毛哥点淘宝点 com， 或者搜索牛蛙男装进店啊，牛蛙男装，好吧。这一波的话刚才杀死这个蝙蝠很关键，蝙蝠来我们接也去做实验。这边斧王来了，我看跟切一个继续再一个踢，没踢到，但是先追，追得到应该有鱼人在，问题不大，我再一个继续捡个树，好吧。爆，潮汐要大了，这波可能是爆起来，爆起来，爆起来，开大开起来的潮汐直接被秒了。这波团战就显示了 TS 的一个爆发力了，非常强壮，雄壮雄伟，16级了，我操，超强。这个英雄路人里简直就是无解，好吧，路人里无解。而且他跟 Lina 有个区别，他打的是一个持续伤害，靠装备 ；Lina 打的是爆发伤害，靠游走。这是两个完全不同中单的一个类型。一般中单类型配怎么样的大哥，这是很关键。我之前的话打了一些很多比训练嘛，发现你像如果大哥需要刷，那中单需要抓。如果大哥是偏 gank， 那中弹有时候也可以刷，就 TS 配幽鬼也可以，是吧？就这个意思。因为幽鬼是干架的嘛，干架的，我 TS 刷一点，然后再去干也行，反正都行，我觉得都行，只要自己开心就好。然后这样的话，我野区在我有吹风加血晶的话，蓝是很多的，野区就瞎鸡巴爆。这个话可能有点脏，但是话出理不出，就是。这个是一个形容词啊，瞎鸡巴就是形容词，就是刷得很快啊。这一波的话我们现在有那个鱼人先手，沉默大接后手，然后有个 AEC 大招能让人多活30秒，多死30秒，中路看有没有机会啊。哦呦，潮汐是跳刀的。这一波的话我后面后面后面潮汐来了，但是我要躲一波潮汐跳大，好吧。但是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好，潮汐有点大了吗？感觉可以吹自己，感觉吹自己，哎呦，妈被拉住了，操，开爆开吹，然后这一波的话感觉要自杀了，自杀吧，自杀还有7秒钟活 ，TS 自杀如果秒活的话是有 bug 的，你的视野可能就没了，这波鱼人死了，哎呦，这个波沉默是没有大，我可以卖个东西买换个飞鞋过去再他妈站，这波我飞小兵。这个潮汐可以，潮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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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盘的话其实讲道理可以出去有个道具，那个道具叫 BKB， 因为 TS 的英雄啊，你要站得住的话 BKB 也很关键，好吧。你像对面这一波基本都是靠法系打死我的，是吧？如果这波我有 BKB， 我吹风之后无敌，吹风无敌几秒钟，然后落地再开 BKB， 而且这样我们现在已经帮右给打出了那个3800了，然后再走一个 BKB 路线，这个 TS 就更强了。其实这盘我已经偏团战了，偏团战，妈的，普通话好尴尬，偏团战了，所以说没有说像往常打 TS 那种刷逼感，也还好，这盘还行。把树打开，走上去，现在魔量还是挺高的，那血晶石因为还有11格嘛，可以可以可以，对面这阵容啊，有一手我跟你讲。我这边没踢到，但是我可以聚他。对面这组阵容有手配合，大家可能平时因为这是路人嘛，可能没那么好配合。我们打比赛很喜欢小小加 Coco 这一招，就我们推起来的时候，那 Coco
破口标记小角过去秒一个秒一个秒一个，或者把我们打残血，哎，看上面没机会把 NEC 救一下， NEC 被杀了，最终救他。打大根呢？没大根。哎，斧王，哎，吹风，来来来，替爆大 G 带走。我爆 TS 那个幽鬼追的是谁？幽鬼会要了。幽鬼应该追的是猛，追的是谁啊？蝙蝠吗？好像追的是蝙蝠哎。哎，还有你有效的接个 T 接个 G， 可以可以可以，这波很关键。这波很关键，这个我们中路再推过去，这一波就是扩大优势的一波，好吧？我们先把那个斧王也好，这波是小小那个蝙蝠一个单抓 NEC， 应该是把他抓掉了，然后被我们打了一波反击，把他们什么斧王啊、潮汐啊，都他妈带走，都带走。就是哎，上路幽鬼好像被小小抓了，那小小好像装备不是特别好，小小装备不是特别好，点灯点上。能不能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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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垫一下，我垫一下。我操！这个狙好像狙不到，踩一脚，踩一脚。我操！我靠！这个逼 ，ace 他一个大招，一个 T， 一个狙，一个带走斧王。这时候 Coco 也在 ，Coco 也在，吹起来看有没有机会。他应该传了，弄他。哎呦没，哎可以可以可以，潮汐一个跳大出来，蝙蝠拉我了好像是。买个绿章，买个绿章，买个绿章！绿！我操，绿章还死！哟，这个绿章开起来好像，这一波好像有点浪。好，蝙蝠叠油，想杀沉默，沉默输出也挺高的。我去啊，这个绿章好像，这波冲塔我只能说，哦，有点浪。但是男儿为什么不血气方刚呢？是吧？我们男人该刚的时候还是要刚一下的。这不是隐身斧没有利用起来啊？那我们先刷点野吧。这个英雄我说实在的，这个英雄录的很少啊，因为为什么呢？他太厉害了，这录的偏少。这期是 TS， 下期的话给大家带来一场蒂普斯吧。下期给大家录场蒂普斯好不好？上次我之前也讲预告过了，加我喷我，光你喷我，他自己也很屌吗？我最烦就别人喷我了。我、哦、这个年龄这么大。大熊都说了，挖倒前辈是拿来尊敬的。哎，他们打我，哎，斧王被灰药烫了，他没弄好，我吼住了。那我直接把杀死，我可以那个，哎呦，锤子，锤子，别打，可以，可以，可以。然后这挖伤害好高，这波伤害我只能说两个字，爆炸了。有个再开个大招往前冲啊，这个大招没什么卵用，我们可以打盾。刚刚的话正好幽鬼这个灰药很关键、啊、不然斧王吼到我可能能把我秒了，然而没秒到我，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的打掉这个盾。瓶子丢地上，盾我要了，好吧。好 TS 带盾上高，某改某改，TS 的话是一个可以爆高地的一个英雄啊，他的二技能是物理伤害，我们这波已经是 BKB 了，这波可以是目前这个装备一个最强一波，好吧，下一波一般是龙星加希瓦，这个绿这东西是开玩笑出的，刚才是想入泉水，然后不想被他打嘛，被泉水打嘛，咱出个绿看看有没有机会，这波幽鬼是没大的，我记得是，直接开爆冲，爆得很快，水船。但是这波潮汐跳大，小小 VT， 我操，我好像被秒了。但是没有关系，踩脚，我能不能踢到？啊，没踢到，没踢到的话，他队友没跟上。哎，但是斧王没跳到我，可以吹一下自己，因为开着大招了。哎 ，TS 这个斧王被打死了，然后那个蝙蝠也死了，小小这波 VT 我可能要死。我死不了，我死不了，没死，没死，没死。哎，这不我一个 G 招再回头有没有机会？潮汐在杀我，潮汐杀我，但是我这边的话开这个爆，开这个，我啊把他打死。这波对面应该是五人团灭，好像是。我这个怎么没拿过来 ？BKB。哎 ，Coco 也来了，哎，电到了，我再那个 T 一下，再大招开起来把他 A 死。
这一波的话，我死了好多，对面死了六个，我记得是。本身这波的话，装备我也很肥啊，魔瓶的话是我的，但是我这个BKB 这波没拿到，拿到就更强了这波。而且我现在血晶是19格啊，19个血晶是带吹风杖，我妈回蓝速度，简直就是不谈了。啊，煤气罐这英雄还是厉害啊，兄弟们是吧？这波的话，我们可以去购物屋。买不了嘛，买不了就去下路 TP 收点钱，然后恢复。假说骗我，这个鱼人是自己骗自己啊！我一般是怎么呢？佛祖保佑，下路恢复，这样就被差了，好吧？你自己骗自己。你们浪一点的话也可以出跳刀，像正常打的话可以出那个吹风杖，那个西瓦加龙星，绿章换龙星补个西瓦，然后到时 BKB 那个血晶石吹风可以换一个，吹风可以换个林肯啊之类的，或者把林肯出个林肯 bug， 把林肯卖了七神装。我还记得上次七神装火女，好吧，这是七神装 TS 也不是不可以搞一个，因为 TS 英雄要刷肥太简单了，真的太简单了。他野区逛过去，线上收野收在人头，简直就是破费啊！破费什么？你们可能不太懂。你可以出龙星，也可以出西瓦，反正看每个人自己怎么选择吧，好啊。也可以出羊刀，但羊刀没什么必要。重击西瓦是可以的，因为对面你西瓦一出，对面物理打你基本没什么伤害了。因为本身我们是出一个 BKB 嘛，是吧？魔法抗魔，再来一个抗物理，双抗。这个斧王感觉又有一个大黑，干！果然又给开大了，因为有视野情况下的话，直接又给大招去把他干了。但沉默这个逼人头抢的还是有一套啊！我这边19个助攻，我只能说我脸好黑，哇，脸好黑。这一盘人头讲道理应该我很多的，实际却没有那么多，确实可以那么多。我们先买个板甲，找机会整个希望，现在应该可以秒活了20个血晶石。我们这一波推塔的话是很强的一波，对面很难守，好吧，很难守。对面守住我只能抓墙，对面估计是有点难守。这波好像是放了，因为他们被我们抓了一个斧王嘛。哎，好像要来了吗？水了一下，沉默一个大招，直接把寇鬼带走。蝙蝠拉的是谁呀？拉上面去了。哎，潮汐大招 BKB 开起来，斧王这边看能不能踢到，踢到小小了，小小了，再把他爆死。小小，我操，这输出打小小。哎，对面怎么走这么快的？开玩笑呢你？哎，好像西瓦了，我们继续推上路吧。这波不好冲，冲泉水在对面这么多控制力的情况下，泉水没那么好冲，好吧？直接拆，很稳。好 ，TS 本来就是稳的英雄。哎，小小直接过来了，我一个吹风，一个 T 把他跳走了，但是继续拆。好，蝙蝠还在，我一个。鸡，开 V， boss 的 ，boss 的，可以。而且西瓦在路上啊，蝙蝠直接买活干嘛呢？这一盘的话就是前期节奏还不错，然后把自己打飞，哎，对面来了好多人，我一个 T 住了，然后开一个大招，一个 C 没开起来，直接开了一个吹风，这边看着能不能把西瓦直接买出来，但是怎么？买不了啊！我的天哪，我这波要自杀了！自杀的话两秒钟活了就飞上，我们拿这个15个血晶。哎，西瓦减速开大招，捡到一个鸡，哎呦！视野给到，爆 boss！ 我的移动速度很快的，吹风加飞血，移动速度是非常快的。扣过来啊！你个逼仔，个 T 踢到了，一个 G， 再见。还有谁？还有斧王，一个 G， 一个 G， 一
个技 ，nice， 哇，二十一杀，六死二十助攻，全场参与度几乎百分之百，几乎百分之百。那本期的话 ，TS 这个煤气罐就给大家带来这里，带来到这里了，好吧？六神装，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